斋念佛，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，清净无味？你看看，这大风大雪的，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既要送死，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变。